跟着西哥搞晚餐去，搞生活。这每天啊，两个人吃来吃去都不知道吃些啥，是吧？不知道吃啥。这个鱼，这个笼子放在鱼塘里面，收到啥就吃啥。嗯，可以，看看有啥。除了虾，也就是毛毛鱼。今天早上放的。啊，看一下。早上放的，晚上收。搞到啥吃啥。嗯，搞到啥吃啥。第一个鱼笼。大家看一下，够了一碗，吃不完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全是麦穗糖皮，这个麦穗挺大的，吃不完了。啊，这个500条我感觉是有，如果这四个笼子都收起来，集中在这里面，我感觉有一些。最多300条，还有500条。不可能，等我来数。数。啊，我感觉不用数了，这一些就不吃不完。吃不完，真吃不完。看有没有别的鱼。看一下有没有鲶鱼。你有第二个笼子200条，就你一趟估计全是这种鱼。大家看看，老表有没有搞错？第三个笼子，我鱼塘里面全是这个鱼吗？对。啊？这鱼好，明年养甲鱼，养点桂鱼之类的，鲈鱼都可以。这么多，不是这个也太多了吧？这只是毛毛鱼啊。啊，看见没有？还有呆子鱼。呆子鱼，你看这个手跟挖窑的一样。那不是虎头鲨，呆子鱼。你看这双手的跟挖窑的人一样。最后一个笼子，这四个鱼笼不得了。给大家看看第四个。你真的有1000条？全这种鱼啊，你那么多少4条？老表，我们看看我们的手，感觉好好看呢、哦。你看我们的手，多漂亮，漂亮的很。我老婆就喜欢这种手，吃不完哎，吃不完，放生。放生啊？嗯。这边吃不完，搞一个碗全部放掉吧。太费时间了。嗯，这个鱼好难搞。大家看看，大家看看啊。我鱼塘里面的鱼，谁还敢说我鱼塘里面没鱼？加上这个鱼上万条哈，我鱼塘里面还有好多十几万条。那今天我们把这个鱼池啊，弄了一个这个漏水系统、排水系统，也有增氧的功效。然后我们挑一些糖皮啊，放在里面去，放进去，养到3斤拿出来，那搞一点下去。深龙，哎呀，挺漂亮的。多高一点？啊，多高一点？挺好看的。你看，多好看。深龙活虎。对对对。几百条鱼。我的个妈呀！来放吧。放。确定？嗯。放完吃不完，放。我看，等下我可以那个鱼是吧？足疗鱼什么什么？啊，足疗。对呀。嗯。差不多。多好看！这个西山的拿出来。今天鱼池里面放了几百条。嗯。啊。不止几百条，老表，真的有上千条。上千条。嗯。对，哪里鱼池？这个循环水流循环系统可以吧？嗯，看看，估计还有个200-300条吧。今天晚上把它们吃了。准备啥菜呀？就是这个鱼啊。啊，几百条哎。可以可以。勇敢。这个鱼要不要清理啊？啊？几百条哎，少说也有200条。清一下，你不清的话，里面全是那个汤底。对对，汤底饲料。那就把大一点的清一下。尽量我就不清了。尽量全部清一下，反正你没什么事。全清没有一个小时清不完。还早，没事，慢慢清。我先烧锅洗碗啊。慢慢清，慢慢清。要听话。这个鱼嘛，吃是好吃，就是不好清理，太小、嗯。搞一碗要上百条。土豪的生活，你以为啊？一般人吃不到啊。
我们一吃就是几百条鱼，还是我们吃的不好？不清了吧，老表？嗯。啊，半个小时，你看才清几条啊？你看你们，你看你其他肚子里面的糠饼全出来了，还不清？你要吃饲料吗？你做完之后哪看到的糠饼啊？看不到了，糠饼看不到。搞不好肚子里面还有我的便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天气又冷，我手都冻住了。我看到你这双手，我都吃不下饭。大伯，你不要吃，我手冻住了。我给你烧热水，等一下。我还这么多？你在牧羊宫吗？我也洗好了，饭也煮好了，菜弄好了，几百条哎！啊，大哥。那要不不清理？这种就不用啊，这么小就不用啊？你看，不用是吧？那这么小就不用啊，大一点就搞就好了。这么小怎么搞？你看这么小，你看这么多屎，哎呦！你别给我看这样的。啊，不搞吧，我真不想清理了啊，真不想清理了。大的我已经清理好了，还是小的。你早说嘛，啊！我以为你，我是怕你，我是怕你，我怕你吃不下。把鱼腌一下，尿酒，尿酒，嗯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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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老表，是不是夸张了？你走那么远，你再往里面走，再走，对。啊，就这样啊，小心见到你啊。嗯，冰冰，我挺羡慕你的日子哈，每天无忧无虑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那他干一点，不他干不。好吃吗？哎呦，你当零食吃。有那个便便的味道吧？没有，好吃。没有是吧？我尝一个，我之前吃过，我老妈炸过，是好吃。嘎嘣脆。我是不是放老头了？怎么乌漆嘛黑的？嗯，放的老头。一下锅，香喷喷的大米饭。这米饭好吃。嗯，好，挺好吃的，香饭好吃。加辣椒。